近日，奥运冠军刘翔与二婚妻子吴莎在机场的照片被曝光，两人举止亲密，吸引无数人围观。两人一路牵手，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居然已经结婚超过6年时间，而且吴莎还是刘翔的初恋女友。刘翔在和吴莎结婚前恋上了知名演员葛天，两人闪电结婚成为全民话题，之后又光速离婚，而离婚的原因众说纷纭，不少人表示或许和孩子有关。与葛天不同，吴莎是运动员，最早是练习武术项目，之后转到田径，最终吴莎选择了撑杆跳高。尽管没有伊辛巴耶娃那样耀眼的成绩，但一直是全国前列。目前全国女子撑杆跳高的领军人物牛春阁就是吴莎的老乡和师妹。吴莎曾多次来上海参加比赛，与刘翔等人很熟。同时，吴莎是芜湖人，吃饭口味与同处于江南地区的上海一样，红烧肉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出现在吴莎的身上。下个月刘翔将迎来40岁生日，而吴莎今年也将满37岁，两人至今没有孩子。而苏炳添已经有了2个可爱的儿子，和刘翔一样，苏炳添的老婆同样是运动员。